其实你喷它就可以抑制它的那个坏菌的生长，就是可以至少可以帮你的头皮维持一个健康的环境，然后它都会给你一点轻轻微微的凉感，然后让你觉得你的头发就是头皮会觉得很舒服。这一瓶呢是也是专门为头皮出现的这个养护抗屑头皮养，如果你现在它是可以在洗完头之后就是半干使用，它也可以全干的时候你日常的保养使用，这个不管你是可以加在洗发精里面一起洗，或者是你在洗完之后吹头前用，或者是你平常日常干发的时候随身携带用，你发现你今天头发怎么出油了，开始有点臭了，其实你喷它就可以抑制它的那个坏菌的生长，就是可以至少可以帮你的头皮维持一个健康的环境，所以它的这个使用方法是非常多用。好，我们刚刚有人在问我们今天推出来的这个新品就是头皮去屑喷雾，跟我们原本的这个茶树四 T 喷雾有什么差异。这个主要还是针对在去屑，就是如果你有头皮屑或是你真的极油的话，它真的就是茶树四 T 的 Turbo 版，对，它是一个升级版，加强版。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原来大家这么多有油头的还有湿屑的困扰，所以我们特别找了日本博士研发的这一款来配合我们台湾很多消费者，因为我们是湿热型的天气，所以我们的头皮其实非常容易出油，所以这个如果你有这样的头皮困扰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一瓶我们出的这一个新品。那如果你是一般头皮的话，你用茶树四 T 这一款就好了，微出油的人你用茶树四 T 其实就很够了，然后它都会给你一点轻轻微微的凉感，然后让你觉得你的头发就是头皮会觉得很舒服，就是感觉好像是会呼吸的那一种感觉。